什么沉默了？明明你在却感谁偷那么长眼？上车！别动。林小姐走这么急，看来是放下了。我替宁飞跟你说声谢谢。不必了，你都已经决定带她走了，何必假惺惺啊？这个嘛，该有的礼数还是不能省。事到如今，我劝林小姐也痛快一点。拜托你回去转告你的弟弟，他姐给他标了一手好价钱。菲菲，完了，摔出幻听了，我还嫌我不够惨吗？我，你为什么沉默了？明明你在却感受到寂寞。总算把人送到了。是啊，要是再晚一步啊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你有什么话想说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没时间解释，就这么做。出殡快到了，长话短说呀。你们该亲亲，这边有我挡着呢。你不是要回去了吗？你不是要听你那好姐姐的话，跟我一刀两断吗？没时间，你倒是快走啊！嗯，快走。你要走，你还说什么说啊？我不是艺术家，我真的搞不懂你心里想那些有的没的。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。我爱你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好了。住手！人我现在见完了，现在我跟你们走。小飞，你真要走啊？嗯。可能有点久，但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等我。